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今天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妹子在我旁边？这位是我妹妹啦。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阿神的妹妹，还有我的妹妹一起玩游戏。一起玩游戏？为什么问号？我觉得这样不行。你不这样抢人家的妹妹，你已经有一个，你现在又把我带在这里，什么意思？没办法，那我妹妹可以跟妹妹走吗？不可以。你对啊，你我觉得不行、啊。你哥哥啊，我约了两个礼拜啊，就是不见了没，所以今天就只能把你拉过来。哎，你不能因为这样，哎哥，叫我哎。我们现在兄妹夹击、啊、哦，我这边有两个妹妹。妹妹是踢平的意思吗？对啊，并不是，并不是。我跟大家讲哦，我其实是一个超级大妹控，然后妹控呢，终于从那个地下室假的变真的，哎对，终于走出来了。你看，妹妹终于从地下室走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哎，顺便让她跟我们这个阿神的妹妹一起认识一下。好，我们今天三个人呢？救命啊！救命啊！快点！救命！救命！你们要走流程。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图呢，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叫《夜下征伐战》的游戏。然后这款游戏呢，是一个梦夜下。怎样？夜下是好笑的，我不懂夜下这哪里哪好笑哪里？那是腋下，那是腋下，腋下征伐战。那你要哪个妹妹的腋下？我都要我的吧，我的比较香吧。李光的，我跟你讲，李光的他有点味道，我刚刚在他旁边有闻到，你要选我？不会吧？光味啊，妹妹的味道一定是最香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夜下征伐战呢，是由梦想之都工作室做的。那今天呢，我很荣幸呢，可以跟妹妹两个妹妹。够了，我要被告了。我希望这个梦想之都呢，千万不要告我，要告就告小白，耶、yeah! ！告我闭嘴。然后今天小郭是要跟我讲的，他一直笑，都是他。我才没有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妹妹是首次登场哦。今天呢，她是偷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啊、哦。我们妹妹呢，之后会在6月11号正式的出道。啊、如果大家喜欢妹妹的话，有看过李光的样子，有没有？妹妹超级香的，想要来的话，记得好不好？6月11号 ，YouTube 搜寻“飞下李光”就可以找到我妹妹了。要去啊！那小光原本订阅的也都可以全部过去喽。没错，哎、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游戏听说是个打僵尸的游戏啊。然后我看一下这边规则说什么？他说本地图使用音乐查看。哦，好的，我应该不会用到音乐。查看地图。哦、因为跟之前不同，所以说话做4个月、哦、所以呈现在面前、wow. 好的，那我觉得应该没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选择武器，哎呦，上面有3把枪，有水枪、喷火枪跟士兵步枪、我玩水枪。好，你玩水枪，那我玩士兵步枪、喷火枪。那我喷火。好，喷火枪看起来像那个Apex、哎，好恶心哦。为什么有子弹？喷水水、啊、为什么没有子弹？为什么我没有子弹？其实没有子弹，但是它有效果。李光，我们一起玩水。你们怎么射的？ Yeah, 我也想射、哦。为什么你们水枪可以射，我的水枪不能射？完了，你哥不会射，你要关心他一下。你知道了。我射出来了。不是啊，我们在讲什么？等一下，各位，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不是我们。我觉得你哥真的有点糟糕，我真的劝你，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都拿一把，好不好？我们三个水枪，对，我们三。我是说，我们三个人都可以把3把枪拿起来啦。等一下，我们就可以。OK。我们来看看，它这边有个关卡选择，关卡选择按着这个对着这个潜行。哦，像这样哦，是这样子吗？右键。我蹲着，然后按着这个等级一这个吗？有听到噔噔噔的。我们要加入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加入？哦，站着按右键就可以了啦。啊，站着右键。哦，这样子。哦，手上这绿绿的是在说。你的啦，小光的啦，这是哥哥头上掉下来的啊。那我们这样要怎么开始啊？哦、好的味道，哪里可以开始游戏啊？他说将这个染料放进副手，按 F， 我们就可以。哦，有了，准备完成。哦哟，即将开始游戏、不是啊，我们全部都水枪，我们打得过吗？我有拿其他枪，可是我其他枪没有子弹呢、完蛋了，怎么拿子弹？这看一下场景有没有？我看一下场景，哎呦。他说第一波来袭啊，这是一个手哦，这边是有个肉我们可以拿吃的。是什么？我拿了啊，有了那个，他有那个绿宝石，上面会产食物跟那个枪子弹。哦，有哦，看到食物了，我们找绿宝石。要去找。有。那我们嘿，好，我们要走一起还是
我们可以先拿完再集合。我觉得你跟我走最好，李光你跟我走。哎、欸、不对吧？好, 好, 好，那我跟。不能，你不要又。我叫妹妹。妹妹不能又拐妹妹，不能又拐我妹妹啊！哎哎哎，我没有，我没有又拐妹妹，是你又拐我哎、欸！啊，莫名其妙、啊，你们在哪里？这里这里，僵尸快点，我们射他，噗他，噗噗！我也在射，我也在射。哎哎，说谁？小光拿真枪，过分！哎、欸，为什么我打不痛他？他好强哦！有啦，他穿铁装啊，比较硬。哎、欸，有钱有钱有钱，还有那个 coin 耶、欸！我们捡一下钱钱。喂喂喂！哎、欸，有点多，有点多，有点多。我子弹只有六十，子弹可不可以贯穿啊？哎、欸，不行啊，不能贯穿哎、欸。还是妹妹的喷火枪有办法？哎、欸，妹妹的喷火枪可以烧哎、欸。我等一下，太多了，范围太大了，太多太多太多，哦，太多太多。等等等等，我喷我喷火枪真的是低级吗？我觉得有点太难哎、欸。对啊，这是第一关吗？太扯了吧！我觉得有点困难。这我也觉得有点困难。等一下，作者，作者怎么第一关就、欸、那是有爆料。哦，是燃料爆掉，捡到一个燃料、欸，哎，燃料可以。哎、欸，我有技能、欸，哎，可是要怎么使用技能？哦哦哦哦，哎、欸，我觉得喷火枪比较强。而且我要超近的打才可以、欸。哎呦，喷火枪是比较强啊、哎，要走位、欸。我来了，我来了，蛮强的，哎哎、很强啊，很强啊！李光直接哦，大范围扫图哦，哎呦哎呦哎呦，厉害！我们只能拿水枪 pew pew 他们。我要偷捡的价钱，好爽！欸、水枪打不痛人嘛？啊、哦，有啦有啦有啦，打不痛啊，有啦，但是慢啊。补血吗？我先吃个补药。啊不不！哎呦哎呦哎呦呦！妹妹有没有要不要吃的？有一个面包。好哦，我射死了射死了。哎、哦欸，我发现我的弹药没有少哎、欸，还是水枪不需要弹药、啊？水枪是无限子弹哦。当你没有子弹、哦，有了有看到了，你只能用那个水枪来射，是不是？哦，剩两只僵尸了、哎。我们第一波，哦、这有点像是最基础的那种简单的小枪。哦，我懂我懂。哎呦，哦、还有一只躲在房子里面，这才第一波哎、欸。这才第一波哎、欸，这是第一波、啊，好可怜、啊。我们的钱是共用的吗？钱在哪里、啊？钱我钱哎、欸，对啊，我们钱是共用的吗？哎、欸、我怎么受了一点伤？是小光偷射我？我哪有？我捡钱 啊？怎么钱？我就知道自己的妹妹，自己的妹妹当然是比较照顾啊。僵尸哎、欸，是吗？不欺负我，跟他生讲。没有没有。啊，不是啊，僵尸哎、欸，有了有了，在这里在这里。好。他这个给他吃，你们按一有没有可以看得到那个请求发球发出食物跟那个金币，我有62块，然后还可以调那么多钱，你偷我的？哎呀，哦，请求发送食物哦，但是请求他就会给我们吗？按 Q 键就可以？不能洗屏，我发给你了哦，我懂了，他是问我们的队友有没有吃的？哦，有哦，啊，你只要对你只要听到这个，你按 Q 他就直接送，好酷哦。我现在来了，我看到了，我看到啊，射死他！哦，舒服。哎、欸，潜水是不共用的、哦，对不对？等一下，这边很多。对，我值8块。这边很多，哇！哦，看到了。我顶住！我也要赚钱，我也要赚钱。好，钱给你拿，钱给你拿。哎、欸，我觉得步枪好，谢谢，拜拜。步枪很强，步枪打头，这打头是不是有伤害啊？有点像散弹枪哎，我的这个。对对，喷火枪是散弹。嗯。就有一个人在那边，哔哔哔。都被我捡走了，等一下我就真的只有带水枪没哎呦哎呦，射杀！哎，蛮不错的，我觉得这游戏玩起来蛮有趣的，好玩。哎哎，旁边野猪，哦，我枪很强哎，给你们射。啊，你太高级了，太高级了。旁边有点多，我要拿喷火枪，拿喷火枪。哎呦，哎，这个铁的很强，我要先撤退。那燃料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啊？燃料8个，啊，好痛！哎呦哎呦哎呦，我在烧，我在烧，有、欸，真的很像喷火枪，真的很像那个哎、欸、散弹枪。好，完蛋，走开！范围太强了吧？李光那把好猛哦、喔！李光的喷火枪吗？ Yeah~、你没有拿喷火枪？没有啊，我就水枪。真的假的？你就只有水枪？我真的就只有拿水枪、啊。完了！不要小看他，他很厉害的好吗？完蛋了！对我来讲，你没有子弹问题，我没有哎、欸。可是我射的也不是很痛，哎、欸、哎、欸，他爬不上来，嫩。哎、欸，好像火枪，哎。而且听说这游戏后面，我们只要玩到越后面，那个关卡会解锁更多的枪支。哦，会有新的枪啊、哦？对啊，哎、欸，这是第三波了，对不对？我们赶快多找一些吃的，哎、欸、呦，吃的。有。我去多收集一些那个子弹，有点危险。没问
这边有个肉肉，好像也不能给子弹，对不对？如果你最后一波，哦，最后一波那很快啊，这关还好吧？会有王吗？你要吃食物吗？对，这好像不能捡子弹，子弹不能分享。等一下，小白呢也可以那个拿一支这个步枪跟那个喷火枪，你会发现新世界。哎呦，好，我子弹捡到155发，超爽。僵尸哎、欸，哦来了来了，在这边。哦，三枪二三三枪干掉一只，可以可以可以，还好这游戏不用换子弹。哎呦，妹妹捡我的子弹，长大二三四哦五枪，哇妹妹被咬了，妹妹被咬了，可以可以可以一滴一滴。阿神的妹妹怎么不见了？他在另外一边打僵尸啊，在另外一边挡僵尸哦。加油，我跟我妹妹先偷偷来了。啊你在那边、我就知道你要你那个棒棒糖，妹妹我都没有啊，好多好多，哎呀，妹妹快跑！妹妹，你看我就说不要跟他走，你看他危险，他带你进虎狼穴，你看夸张，哎呦，小白妹妹走啊，对啊，没有，我没有姐妹感应，但是小光、啊、不行，他没有 nothing。我会走、欸，他带你去一些坏坏的地方，你看，才不会嘞，我要去，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哎、欸，僵尸有点多呢，还有42。我知道他们、哦，我要死了！我靠！啊？欸、有一只，有一只拿那个铁的很强，小心不要铁超硬的，铁超硬的，很痛很痛，被打到超痛，那个铁镐。哦，妹妹直接穿越火线呢，奇怪，小白怎么不见了？妹妹比你还勇，你在干嘛？啊、我在帮你们清啊，你自己看。我也很勇。我在默默的地方默默付出，都没人发现我的付出。来了，哪有我有在付啊啊啊啊！你付了在你妹妹面前死掉？不会不会、啊，我不会在我妹妹面前出球。有没有觉得他很逊？有没有觉得？不会觉得他很逊。我们哥哥是逊的可爱，对不对？哎、欸，对嘛，对，你看妹妹是永远最爱哥哥。哎、欸、小心小心，你看哥哥在救妹妹啦。哎呦喂，他可是小白人啊！我哥怎么不会来救我、啊？我哥在干嘛、啊？哎哎哎哎！对啊，你哥哥呢？你哥哥怎么没有？他可能在忙啦，把你抛弃了。那你后面可以做一个，就是阿神把我丢掉的那个画面啊，好像可以啊、喔。就说哎，沦落到这边，你就你们两个姐妹，然后就指着我就，就啊，好可怜啊，这个人没有哥哥呀、啊，这样，好，就蹲在旁边哭这样。我再请那个封面师毛毛，好不好？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到。哎，就叫我操球。有哎、欸，我们收到了啊，零了，我们赢了。什么？目前收集了18个燃料，他只要我们收集一个燃料了。我们捡那么多干嘛？可是燃料要放哪里啊？对啊，燃料要放哪里？我们要回去基地了。哎呦，哎、欸，可以啊，回来嘞，回来喽、我们等级二了，解锁等级二的关卡了。我们看看武器到底。我们去买东东，商店。哦，好。啊、对对对，走，我们去抽箱子。他的那个商店右边有一个箱子，有没有？哦，这里，武器抽奖箱。小关，你先用，怎么用？他说至少要一个武器抽奖券才可以用。啊？所以抽奖券在？抽奖券在哪里？啊！带你装逼带点飞，他是笨蛋哎、欸，他摇头哎、欸，哎、欸，要150块才能买，我们钱不够，我们好穷哦。不能给人家吗？不能？他钱能给吗？是共用的，不行哎、欸，钱不共用哎、欸，那我们只能直接用现在原装备去再撑一级，撑一个等级哎、欸。走吧，我们去赚钱。我这次要拿好一点，三个都拿，记得都拿好。然后我们记得，我记得楼上那边有一个这个，你们看啥？这边有一个练功的，这边有一个射击训练场，然后这边可以选择武器跟，跟、哦、我们可以将子弹设定的9999999。哎，我好奇，如果我把这个子弹设定9999，然后走回去，子弹是9999哎啊！如果我们这样接嘞，你。我们试看，我觉得他会洗掉啦，应该洗掉吧。我觉得搞不好不会啊。来，我们试试看。来，哥哥带你们走这个 bug。如果这个 bug 成功的话，我们就无限子弹哦。来啊，丢副手。你看，我们现在是999哦。来哦。啊，这个小光高兴的太早了。999。没有，你看。也有啦、哦，没那么开心。没有，哎、欸，作者不要这么厉害，他连我们，
被发现了，你看我就是贪小便宜。哎、欸，我捡到超假包，超假包，我已经捡到三个弹夹了，看到他们的噗噗。啊，我只有一个，没事，我可以用。只有一个，先用水枪射。他们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好，我先用水枪射，水枪四枪才能射死一只穿木衣服啊，那不是皮革衣服的，穿木衣服。哦，有猪哎、欸，好可怕、哦！有猪，僵尸猪人。铁装也太强了吧！哦，好硬啊、哦，好要走开了，小朋友。我来了，铁装太强了。我来保护。妹妹救我！什么？你们两个在干嘛？哇，你把他们全部烧掉了！哥哥在这边挡这一群。哎呦，哎、欸，哇，那只猪冲太快了吧？猪冲太快了吧？嘿，嘿。哎呦呦呦，烧死一只，烧死一只！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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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多了！好硬，好硬，好硬！我也蛮硬的、啊。没有，你并没有。哇，僵尸猪！哎、欸，快快跑、啊，快跑，你快跑！快些！哇哇哇哇哇！你看你哥都不来救你，看他在干嘛？你看哥哥在这边超多的，好不好？忘妹负义，我一个人挡一个位置、欸，哎，我一个人挡一个位置啊！哇塞，你看我们两个小女生在这边、啊，我也是小女生啊，狂欢，你也是小女生。啊！等一下，不要！你完了，你完了！还好啦，还可以，边走边转，对，可以，边走边转，可以。挡住了啦！我们要证明我们不需要哥哥，也可以很厉害。不行，过来，哥哥会帮助你。等一下，好多，他铁装太硬了，你就快救不了自己了。可以，我可以，来烧死你，烧！我们要子弹了。好，妹妹别担心，用水枪。好，我射死，我过去找你们。喂！哎，再见！你们在哪里啊？看啊！你们的方位有没有给魅波感应吗？魅波感应，对啊，有快感应到，快感应到，我看看。好，感应到，感应到了，躲起来！屁！你看到我？我感应到，我感应到了。哦，我感应到了。哎呦，你们在这里啊？妹妹肚子饿不饿啊？要不要吃东西啊？怎么现在才来？什么东西？你要不要？那你请求，我就给你。お願い。お兄ちゃん。谢谢。被别人抢走了，妹妹，妹妹，你要按一去请求。谢谢。哦，你看啦，这个小白妹妹都乱，他不能洗，他真的很厉害，我98发子弹，我们子弹要捡多一点才好打。好，我来了，来了。来了，我们三个一起打，一起，集中火力。我先用喷火枪先烧这个范围的。哎，谁偷咬我？妹妹偷咬我。没有，我没有咬你。就知道你喜欢哥哥，是不要这样。是小白哥哥，是小白姐，不是小白妹妹。我才不要，我不要咬他，他味道臭臭的。不是，你们到底几岁啊？不对，对啊，你要叫他姐姐呢，因为我。对啊，因为你只有一岁。我才十二。你十二岁，可是我妹才一岁。一岁。啊，对啊。你怎么可以带这么小的年纪的人来上战场？你这个人根本就虐待吧你。没有，我妹是幼女战绩，这是。这个对幼女战记，我知道我的标题怎么下，幼女战记打僵尸，哇，这僵尸也太多啦，太多了，二零四力啊，我快死了，这边烧他，喷火枪，有，等一下，哎，等一下，我真的剩一个，他仇恨在你那边，完了，哎呦，烧死你们，啊，我妹躲起来了，没有，我妹妹在绕圈圈。人家也在努力，妹妹，你说人家躲起来哦。妹妹嘞，哦，妹妹在哪里？有啦，我在帮忙烧。哎、欸，可是喷火枪一次烧全部很爽，有一种。可是我在想，他是不是烧了之后就会自己扣、啊、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一直按、啊、哦，有搞不好哦。步枪到底有没有穿透啊？好像可以穿透哦。哎呀，好像只能打一支哎、欸，水枪也只能打一发而已。啊、好烂哦，我们要赶快赚钱才能买新枪啊。妹妹那边可以吗？剩两支而已。有，可以。好，那我们观战妹妹超强，我是我觉得妹妹，我觉得妹妹超强，这样子可以，可以先去拿物资，我看不懂，这样可以先去拿物资，然后卡下一关。哦，哎，哎呦，不愧是有在玩这些，哎，这个懂这个游戏的玩法。留一只啊，他跟谁去？哎，以前我们也玩过类似的这个游那种游戏，有记得，好像是我哥找的地图吧，我记得。你哥找的地图吗？对，我会记得。哦，那个时候玩的是什么 Pixel 的？哎，什么 Pixel 的吗？我有看哦。我在魔法之国的时候有看。嗯，妹妹很厉害嘞，魔法之国就看过了。其实我们是共用记忆啦，大家知道吗？我跟妹妹其实是分灵体，我妹其实就是我的一部分。
哎呦，你的一部分，你的哪一个部分？可能是我比较好奇手掌肉的部分吧。妹妹，你是他的手掌。不然妹妹你想要我奶，你想可以提告了啦，这个太夸张了。妹妹要怎么告？我妹是那个呢，我妹是个魔法学院的，她没有身份证的、啊，怎么告我、啊？你胖为麻瓜了你，麻瓜怎么会手掌？手掌心吗？哦好哦，我真的劝你真的可以马上道歉了。我跟你讲，我妹何止告不了我，还把她关在地下室关超久的。哇操哇！对呀、啊，那个、啊、现在有证人了，对不对？对我已经把我妹关了一年之久啊，真终于我妹终于出来，她犯下了罪行，才没有，我才没有承认呢。我妹没有， oh, oh. 我妹没有台湾身份证，所以是告不了我的。心虚哦哦哦哦哇哦哦哇！哎，来，我马上收拾啊！我们可以支持跨海提告。好，我他是跨魔法之国。你们可以在举办一场超世纪的那种，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哎、欸，等一下，从另外一个维度来打。我后面有小孩，后面小孩，有负责生小孩。打一个月的那个，你负责，你知道吗？你负责生小孩？跟谁？我现在越来越不懂你们两个的关系了，真的是好乱哦，哥哥好乱、哦。真的，你我觉得我来错地方了，我觉得你们都怪怪的。哦，没有，我不知道，我刚什么的？我有说话吗？哎、欸，还是你想跟小白姐姐啊？这个呢，这个要看一下。好啦，什么叫看一下？你看我几年了？你跟我说你看一下，勉为其难啊。你知道好、哦、好、哦哎、勉为其难好、哦、你知道人是会失去新鲜度的吗、啊、一开始我对你失去新鲜度哇你刚开始还蛮好蛮好蛮想生的、啊、可是后来就是好像有点生不太出来后来发现好像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有新的生命的诞生就嗯我还是默默离开好，默默离开啊！好哥哥，你这样不行、哦，没有啦，真的不行。他玩腻我了，他怕我触手伸向你，你小心一点，李光。嗯、好，真的伸向这个李光吗？哦哇哦，不好说哦，什么计划筒这个 ？Oh my god， 不对啊，妹妹是大家的，好不好？我相信之后妹妹会有很多人喜欢，好不好？哥哥呢，只能成为一个。隐性胸控、胸控是我妹啦，我妹是胸控。我跟你讲，我妹在诞生之前，我就已经把她洗脑好了，好不好？她是一个喜欢哥哥的存在，就算即使她不想喜欢，她也得喜欢。那我把她洗回来，李光，你有办法接触更好的、啊，你不要理她，她不是最好的。那有更好的哥哥吗？不，只有我，像我哥、啊，我哥就不错啊。哎、欸，等下我哥更棒嘛，我默默的就完成了天任务了。不行，你已经有哥哥，我哥百万订阅，你看我哥这么厉害。哎、欸，妹妹，我给你吃这个，妹妹，我给你没了。哎、欸、啊。我的吃的，你看、啊，吃的呢，我两个泡面。好啦，那我们现在目前玩了两场哦，跟我妹，我们在两个妹妹哎、欸、在斗嘴之间结束了这个游戏。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小白的哥哥呢，要不要一起加入我们的战场啊？记得在下方点赞好不好？只要点超过1500个赞，好不好？我们就来拍下一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啊，记得6月11号我的妹妹的出道，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哦。好了，各位，拜拜。